中了三条以上的都是人气爆棚的宝藏男孩。游戏里的王者，学校里的学霸，懂艺术的文艺青年，随便有一门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特长，都会让人很受欢迎。一起出去玩或者吃东西时，不会随便说随便，每次都会给出自己的推荐，但又不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，相反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，不会把朋友的帮忙当作理所当然。朋友帮忙上了分，交了不会的题，会买几瓶饮料请一顿饭，不管大小都会主动给予回馈，不会让别人白帮忙。不管任何场合都透露着一股自信，碰到大佬不会哆哆嗦嗦，偶遇女神不会左右躲闪，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会挺直腰板，把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放在同等地位，心怀不惧方能翱翔于天际。心怀不惧方能翱翔于天际。